来，大家到这里集个合。今天呢，阳光明媚，晴空万里。那么我们邀请大家挑战一下九寨沟当地民族体育运动——生婀娜。生婀娜，在九寨沟，每逢农闲的时候，当地的百姓呢都会齐聚在堂前屋后、田间地头，自发开展这项运动。好呀！给大家说一下比赛规则。这个木棍上呢是标有不同的高度的几个刻度的，刻度越低越接近地面，它的难度就越大。手法子不能动。脚可以动、哦、我先示范一下。哎呀，这考验腰力啊。哇，获得这个游戏胜利的队伍将直接获得下一个场景的破绽提示锦囊。耶、yeah! 我们两队轮流来挑战，每队三个人、每人一次机会、只要有一个人挑战成功这个刻度，那我们就晋级下一个刻度。好，可以，大家可以试一下先。来，国伟可以啊，国伟太难了，国伟身高这么高。国伟，你应该换一个长一点的，你这个不行。哦，不行，下不去，太难了吧？这个我跟你讲，我们当中只有一个人可以，小飞。我试试啊，不一定。他应该可以。小飞，加油。有点难，这太难了。舅舅，你先来打个样。先最上面是这个，对。然后是先从中间这样穿过去吗？不，干手背，胳膊就往上拐，这个脚过来，你这个脚过来，起始点在右脚往前，这个脚过来，对。然后呢？转。这个头要怎么从这个胳膊？对啊，过来了。换脚，手别动。对啊，然后这样子，成功了，这样就完成了吗？完成了。你来，下一个，欢哥，你不要让我失望，我跟你说。哎呦，哦，可以，可以，很轻松，看起来。轻松、来第二个刻度。你这小腰可以啊。可以。我的天哪，哇，这脚不适合你，算了吧。啊，你放弃，脸面还在，你要真钻又钻不过去，我觉得就垮掉了。你不要这么说啊，舅舅每次说他不行，每次都成功，你学学人家。舅舅刚才已经到了他人类的极限，真的。你不要打脸，你打脸打到现在，我跟你说。我赌舅舅过不去。脚不断的移动，对，我总觉得，对，不断的移动你的脚。别动，那个千万别动，右脚往前，往我这，右脚往这，右脚往我这，春哥，舅舅不要挣扎了。没问题，清楚，没问题，到的，好 ，hold住 ，OK， 哇 ，OK， 这算过了吗？算，他完全没动过。大哥，你说实话，算不算？你都被打爆了，你有什么资格？欢哥，你真的好丢脸，真的超丢脸，我跟你说，拿来，就拿来，拿来，上我，上，抓回这一分，你好意思吗，陈欢？抓回这一分。大家都替你觉得丢脸。来，走。我申请换队。刚才那个铁板桥很精彩。等一下，刚才谁拖了我一下？我。他不让我拖。不能拖。对啊，你一拖我的话，所以你现在怪我。我怪。现在开始怪队友。我怪队啊，这样好像也不行。哎，
但刚才我就能坚持过去。那怎么办？你们，我来吧，我来吧。让我们全村的希望啊！我真的是全村的希望。加油，加油啊！啊，不要干扰啊！我不干。走你。hold 住 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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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old 住。我们队还好有小五啊！哎呀，没选错。大家的实力超出了我们的预估，我们加了两个级别啊。三啊！哇哇哇哇！小五，小五，耶！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我刚才没有试。你放弃吧你！你确定吗？我要试一次。来来吧。好，可以。是这里吧？对，核心绷紧，核心要绷紧了，这已经不是要靠惯性了。好的，好，好的，好的。哎呀，哎呀，差一点点，哎呀，就差那么一点点。这样子，我们再给你的机会，加油，成功。你同不同意？我同意。那我觉得你可以的，加油，加油，弟弟。我们都同意。天生要强。核心，对，在这核心绷结，还核心，核心，核心。哎呀，就差那么一点。哎呀，真的什么感觉？重播了，你起码错，你起码倒在不一样的地方。重播。重播这个太狠，再给你一次机会，华哥。不要找我了，郭伟哥，没准这一把就在你身上了。我觉得没准这一把真的就在你身上了。他有劣势，因为他的那个啊，就他的高就对，他的杠杆。不，你始终是个运动员，我觉得一定要试。太难了，国伟身高这么高，不行、啊，哦不行，下不去。hold 住 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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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old 住。起起起，喂，哎哎哎，可以可以可以，起起起起，哇！我就知道，那肯定可以，那怎么可能不可以？装什么？你要藏一点，什么都玩啊！我行，我行，你得藏着点。我说你今天真的是，我跟你说，我用我这么高身高都能做到。对，真的，我都觉得牛。恭喜王傲线队获得了胜利。没办法，没办法，也太硬核了，太硬核了。我相信导演组都没想到我们可以玩到这。这是什么？锦囊吗？啊，是有破绽的、啊，因为现在还没有到那一关，这只是、啊、他们现在，所以现在他们看不懂，看不懂是什么。先留着，先了解了解。好，我们出发吧，出发吧，耶！出发吧，兄弟，硬核拼实力，出发，走，耶！走啊，走啊，走。